读了经济学一定能赚很多钱吗？经济学肯定可以用来赚钱，包括个人、企业、组织、国家都可以利用经济学来赚钱。但是不是说你学了经济学就可以赚钱，因为赚钱需要工具，也就是资源或者资本，需要时间和精力，也需要一些品质和能力，最后还要一点运气。因为赚钱也是一项正式的工作，不是一个捡便宜的活。各种赚钱的行当需要一个人付出一定的工具，即资源或者资本，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需要一定的品质和能力，也需要一点运气。大部分学了经济学的人之所以没有赚钱，都输在了没有工具、资源或资本上。大部分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赚钱成为巨富，是输在了时间和精力上面。